我想要一招了啊，阿姐。你正常在 YT 开，然后睡觉的时候就开那个直播，然后那个只开卧铺房，然后睡觉，骗钱。你冷静一点。然后我跟你讲，然后跟那个退局谈一个什么合约，随便拿，反正有钱拿就好。其实睡觉合约很有料哎、欸，干小鬼是天才。没错啊，你看两边赚啊，他给你开一个什么？他给你开一个超老赛，什么一百。怎么开160小时？你他妈回普及只会学老战士开加班睡觉台，然后整天靠盘子抖的影片做效果，乖乖给我待在 YT。不过图奇有，我跟你讲，图奇如果我能回去的话，那很简单哦。反正我回去先给大家先开个音乐响应，抖音抖起来，我用四年来代替，干他妈现在那些贱种，他妈我那个歌单他妈全部都被拷走，操他妈的，我回去他妈先播歌，先播两轮。不止啊，干每个都在学你拿娃娃，不知道在干嘛。